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北港镇，嘛推动镇内观光发展，北港镇公所举办北港十景网络精选活动，邀请民众踊跃投稿并票选出十大景点，组成北港十景。投稿就算北港十景的民众，除了会当得到奖金，参与投票相亲，今日当参与中行峰会抽奖活动。民众投稿时间到十一月七日结束，投票到十八号截止。北港镇是婚姻馆内的宗教圣地，同时也有很多观光景点等待大家来行搭。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北港镇，同时也将镇内的观光景点推广给全国的乡亲，北港镇公所举办北港十景网络精选活动，邀请民众将家己心目中的特色景点做投稿，才借着网络投票选出票数上高的前十名组成北港十景，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推广北港之美，带动地方观光人潮。北港镇公所这次为了让乡亲们更加了解北港的在地特色的景色，也可以推荐给外来的游客，所以举办了这次北港十景网络甄选活动，可以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来北港游玩的时候更了解北港，然后赶快把你觉得北港最美最令人感动的景色照下来投下来写进来。本次的活动分作投稿和投票两个部分，民众会当将喜爱的景点翕相并附上说明，投稿和公所进行第二阶段的投票，投稿的民众若是有去选择景，将会当得到奖状以及奖金，投票的乡亲更是会当参加抽奖，奖项是多元丰富，欢迎大家多多来参与。我们的活动内容分为两阶段，第一阶段是10月20号、24号到11月7号，是网络甄选稿件活动，只要你投进来、写下来，还有照下来，然后我们会有丰富的奖金，奖金最高到10000块，第一名有10000块的奖金。第二阶段，11月14号到11月18号，会把之前整理好的稿件放在网络上，让民众票选。票选的民众之后会参加脸书的直播抽奖，奖项有丰富的 iPhone 14，还有扫地机器人，还有厨师机，等你来抽奖与投稿哦。活动的投稿时间到十一月七日为止，投票是到十八号来结束。民众会当上北港镇公所的网站查询相关的消息。记者林宏碧采访报道。